切到了。什么都有，里面有牛啊，他们吵着要喂牛。我去找，我先去找。看到了，牛在这边，很多哎。有没有胖胖？有一点胖。Ne yapar ne kadar kızım? Kızım bir şey yok. Bunu kadar yiyeceğim valla. Çok tatlılar gördün mü? İnek kızım o inek. Sen süt içiyorsun ya. Ha işte sütler oradan geliyor görüyor musun? Ha çarşı tam pahalı. Bugün Huan'la ilgili muçan. Burası Jizhen muçan. Burası gana maylı muçal. 120 yuan. Gel kızım gel. Gel. Neden korkuyor musun? Şöyle al şöyle kocaman ver işte. Omo şimdi zaten vay yang haldı. Yani yang ya kanchi lai siman ede yiji suo me me. Bak kızım bunlar keçi. Görüyor musun keçileri? Ay hayır şu baby keçi. Sen yap çi. Wo. Ya çi. 接下来是我们要去民宿，因为呢晚上我们要观赏星星。刚进来，我到了一个农场，就这个是民宿，好特别哦。然后老板说，如果我们提早到，可以带我们导览这个民宿，导览哦，所以听起来就很大。然后我们住的好像在另外一栋，还在开车，等一下看看。有人在哭，有人在哭。怎么了？然后这个是，要给谁领亲呢？耶，给给单身宝宝哦，孩子的天堂。koş kızım ko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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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oş. Şah laban so çemen yo tuzi. Soy ikim izin buli vomu. Hau da suyi çemen. Ne oldu kızım korktun mu? Korktun mu? Ay. Korktu. Paparım ha. Korktun mu? Papa tuzi.大牛的鸭宝宝，你来交换了、啊，交换。妹妹来。干个什么？说这么干？我觉得这个民宿完全出我意料之外，哎，就是好大，然后休闲农场，感觉好好经营一下，以后会很红。所以我们要趁它还没很红之前来，对不对？没有错。因为你看，他说那边还在挖那个戏水池，哎，所以以后就会更丰富哦。刚刚发脾气的 Akim 已经很乖了，因为找到花板哦。装阳台的哎，妈妈，这是我们想要的，我们新房，我们新房子的。妈妈，妹妹要脱鞋子。很传统，但是又觉得蛮干净，有特色的哎。可是那个前面就是那个稻田哦，很想在车上那个，你看。也是一望无际哦，太漂亮了，变凉了。对啊，太喜欢这里哦。Hop hop hop， 啊，飞林哥哥，别打了，别打了。Hop， 飞林哥哥们 ，Hop， 别打了。哎呀，刚刚休息一些，现在呢，跟着全家人玩63，说不出来，63那个方向走，因为呢，那个地方也是很漂亮。我相信很多台湾人都知道那个风景区，尤其是七八月的时候，很多金针花。不过呢，这次我们来这里是因为想要享受天文旅行，看看观赏一下星星，晚上会很美哦，就是天空哦。我真的是很期待这个晚上的那个画面。这里漂亮哦。对啊，这里非常非常的漂亮。这是河流吗？就是他们做的一个造景的。超级美哦，因为从这个角度，如果大家看我们后面的话呢，就是流失十三，就是那个方向。哇，你看一下前面呢，哇哟，我是喜欢台湾的这个田呢。对啊，一块一块的，真的。而且它这边也是有一层一层的上去，很像梯田的感觉。对啊，而且呢，看我这个影片的朋友，我现在宣传给你们一个资讯哦。6月27号，这里有一个活动哦。对，日环食刚好发生在我们富里，我们就在63山的山脚下办了一个活动。当天会有市集，然后也会实际让大家来看这个日环食发生的经过，这样子。哪一天的市集，这边可以买得到一些吃的喝的吗？都有，都有。好，我们会把我们当地的农特产品，好，我们这边最主要就是稻米，
所以我们也会有一些米啊、米食的，好、哦，就是用米做的一些那个料理，都会呈现出来给大家，好、哦，让大家可以吃到最道地、最在地的东西，这样子。有没有一些礼盒啊、盒子啊，里面可以就是送给朋友的一些礼物？也有，就是我们也会把我们这边的农特产品把它包装起来，有一些当天限定才买得到限定的一些商品。一切都是为了观赏最漂亮的天空。从这个地方哦，我们的朋友达人哦，他是说可以看得到天空的。看星空有一个目的是可以把它当成工具，嗯啊、可以知道方位。好，那我们在北半球啊，可以找北极星。找北极星的话呢，我们要利用北斗七星。啊、北斗七星的话会在这个方向哈、哦，它会有七颗，一二三四五六七。好，那我们的重点是前面这两颗。OK。好，有看到哈、哦，看到了。好，那前面这两颗呢，我们把它的距离啊延伸五倍，往这个方向延伸五倍，就在这个地方。好、哦，这个地方，没看到一颗，这颗就是我们的北极星。哦，这是北极星哦。对，所以这个方向就是我们的北边。接下来呢，要介绍黄道十二宫。黄道十二宫就是我们大家啊、常常听到的那个出生的时候就被依照你的日期就被定义的那几个星座。啊、哦。对，那今天呢，可以看到的星座有狮子座。耶、yeah, ，就是我啊、哦，就是我们凤哥的星座，对，8月2号哦，各位，对，狮子座，然后也看得到天秤座，天秤，他也是天秤耶，天秤的哈，这个九月，对，九月十月，然后还有那个处女也看得到，处女也可以看到，不错，看得到，然后还有天蝎 ，OK， 射手，哦，很多耶，对，然后也可以看到摩羯座。对，这、就是今天晚上是可以看到的星座。哎、那狮子座在天空呢，就是一只趴着的狮子。哦，它的范围也很大啊，趴着是，然后它的头呢，我们讲它像是一个问号形，啊，一个问号形这样，问号形，然后、哎、后面是它的尾巴，啊，身体跟尾巴就是狮子座这样。好，我们来接下来找银河，哎，银河在哪里啊？银河啊，就在这里，有没有看到这边有一条？哇，哎，金马，金马，三万有的吧？可是马，有点不顺，三万有的哇，英文叫 Milky Way， 对 ，Milky Way，Milky Way， 银河。哎，八卦的，你用什么过的？在这里，哦、好漂亮哦！对，那在我们这边因为没有光害，所以银河看起来就很明显。我们看星空，除了看那些天上的星星啊，嗯、我们还可以看到我们的太阳系中的行星，好像今天晚上就看得到我们的木星跟土星啊，对，那个八大行星。可是我还没有看到他们在那里啊。有，在这里，木星呢就是那个 Jupiter 啊 ，Jupiter 哦 ，Jupiter 跟 Saturn。土星就是 Saturn， 对，哇，你看他学到了，对啊 ，Jupiter 跟 Saturn， 再一下 ，Jupiter，Saturn，台湾，太棒了，可以，很好的学习哦。我很好奇这个 Saturn 的那个外面，它的中文是什么？外面那个土星环可以看到哦，可以，那个 ring 可以看到。Oh my god， 哎，真的耶，对啊，看得到环哈、哦，哎，这个太强了耶。그스마스겨울이면겨울이면겨울이와랜드맨왜나스그슴기타이기타는뭐아따서이기타도야리한거동시에这个是好漂亮呢对啊那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这个是 Saturn 对 Saturn 土星那 Jupiter 呢 Jupiter 也可以来我找一下哎呦这些都是很好的学问呢对啊你们看我的 YouTube 频道越来越深度还有这个银河啊土星啊介绍给大家好难得的一个机会耶可以看到它那个上面的线条这样子诶对耶对他现在看的那个 Saturn 那个土星啊好土星给他一个土星好了啊可什么哦给你一个土星哦好好享受花莲的天空朋友们今天影片到这边我们继续享受台湾花莲的天空记得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下次见拜拜